华北平原的西南面，耸立着太行王屋两座山，方圆足有800里，高达1000丈与云端，南北两面南来往，这两座大山把路拦，世世代代几千载都盼着挖掉这两座山。有一位年迈苍苍的老愚公，下定决心把山搬，祖孙三代齐声赞好，他们说干就干莫迟延，抡动铁锤胸又猛，铮铮铁骨好威严。哎，在这个时候，有一个叫智叟的老头子冷言冷语把话言，哼哼，我说愚公翁，你年老体衰年纪大，何苦在此挖大山呢？再者说，这么多的石头和土块，就你们这几个人哪辈子能挖完呢？智叟酸溜溜的还要往下讲，老愚公斩钉截铁将他拦，即便我离开了人世去，还有我的儿子来接班，这儿子生孙子，孙子生儿子，子孙代代往下传，更何况这山不会再增高，何愁不能将他搬呢？哎，是啊，啊不是，啊告辞，再见，再见。直走被问的无言对，灰溜溜的把家还。到后来，上帝被